这些都是艺术。一、二、三。弹跳的艺术。哈哈哈哈哈。有飞就来飞，要不就来跳哦。他不想，他目标那么多东西，要怎么跳啊？弹跳的艺术，但是我们弹跳的那个艺人，弹跳哥。弹跳哥。所以每张很特别的照片背后都有一群辛苦的工作人员。凤飞飞，好爱我，感谢你。太白痴了。辛苦的弹跳哥啊。你看我爸爸，你看他的就有，你看他的就有弹跳哥的影片。正拍到吗？看不到。他那个这个要对不对焦？一、二、三，叫！自由，自由，哎呦哎！这光今天弹跳的应该跳了100多次吧？哦，是，太好。今天跳的应该有100多次哦。广告费什么时候给呢？我要下个手机，就是那种导览啊，他就跟你说他什么什么。哎，你那个算不算很好吗？刚刚。